王爷，我等了你一天，你居然跟这个下贱的女人在一起。你做好你的王妃就行了，本王要做什么事儿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她下贱吗？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爬上本王的床的。你既然嫌我冷落了你，那今晚本王去你房间便是。别一副泼妇相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卖到青楼去。你敢？本王要把她安置在西院，本王要纳她为妾。莫王，不是说过了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吗？行了，没人想去陪你玩那些过家家的游戏。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？